第二首诗歌是318首，我要耶稣。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际幻影。
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祸患，不要使我受余外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的手责罚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我们请读第十三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感谢神的话，你就不是带来的亮光。天父，我们何等感恩，我们再次听着你的爱的洗礼，主给你荣耀恩典护照，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宝座的面前，献上我们来基督你内心深处的心与诚实的敬拜。愿主给咱施恩宝座上，主啊，愿那我们在你面前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主的这段话，还有你这个信息，主你的献上感恩献上敬拜的时候，主你的心能够稍稍得到满足。愿主你继续的施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愿主在新的一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也福上加福。主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的，主啊，你提醒我们，你借着诗人所编写的诗歌，你提醒我们，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高台，你也是我们的磐石，你也是我们的盾牌，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都应该来到主你这里面前。我们不但在心里面内心我们有确认，我们在外面主啊，我们更有确据，我们可以欢呼，我们可以宣告说，耶稣我需要你。主啊，求主你恩待你的每一位属于你的儿子，说我们不但已经蒙算了，已经因为主你赐给我们天上诸般属灵的福分，我们而感恩，我们更要因为主你所赐给我们而地上的福分，我们也要感恩。但愿我们时时刻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谢恩的心的时候，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众人面前所活出来的，我们必定我们可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主为出远门的弟兄姐妹所到之处，或出或入，主你自己的平安与他们同在。同时我们也在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继续的医治，继续的来安慰，特别在最近我们感冒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格外求主你为我们预备，求主我们预备，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自己谨慎，我们自己小心，主啊，我们相信主在所不能，在
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有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嗯，所以我们谢谢主为今天的聚集，从头到末了恭敬的交托仰望，愿主你在你自己的教会，在你自己的百姓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嗯，现在是我们诗班献诗的时间，请诗班到前面来。今天献诗的题目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今天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为教会的祷告，是为教会的祷告的第一讲，求启示的祷告。证道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23节。我现在把它读一遍。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叫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平安。再次为今天第一次来聚会的，还是向你们说一声新年快乐，每一天都新年快乐啊！哎。我曾经在上个星期和弟兄姐妹讲过今年的主题，今年主题是教会的建造和我们生命的成长，一方面是对教会而言，一方面是对着我们弟兄姐妹而言。那要借用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还记得哪四本是监狱书信吧？还记得吗？不记得，主罪学老师就考他们哈，考这些主罪学的同学们。来，这个过去我们不谈。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所讲的，为什么而感恩，为什么而颂赞，是不是为神所赐给我们属天上属灵的诸般的福气？有没有？这最起码要先记得这个吧。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父神的赐福。第一个是拣选，还记得吧？记得。神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按照他旨意所喜悦的把儿子名分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是拣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高兴不高兴？就跟我们小孩子一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会生长在，我们没有权权可以选，有权利可以选择我们要出生在哪一种家庭，对不对？有没有权利啊？没有权利。但是生出来之后，我会不会说我在生在这个家庭，我成为这个家的子女，我在这个家，在这个家中我能够成长，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会不会感恩？不知道哈，世代实在是很败坏，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还是感恩。第二个，神的心意并不满足他拣选总有一个目的，除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之外，还有一个什么福分？又因他爱我们，使我们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怎么样？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讲到圣子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蒙救赎，过犯那个什么？得蒙救赎，过犯可以得以赦免。换句话说，回到罗马书第8章，若有
谁还能定我的罪呢？有耶稣基督为我怎么样？为我死了，谁还能定我罪？神都不能定我们有罪了，因为有一个无罪的、没有罪的神，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这个过犯和罪是不但是过去的、今天的，是将来的。只要我们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甚至信实的，必要洗净我们的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这在约翰一书就讲的，何等的宝贵！第三个福分呢？第二个福分和第三个福分当中，中间夹了一句话，这是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神的心意，就在这一句宝贝的话当中，按照神所安排的时间，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怎么样？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请弟兄姐妹记清楚，同归于一。我们常常，这就是我们和谐的工作，和睦，彼此相爱。我们常常讲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圣经里面所讲的彼此相爱就是在基督里的，请记清楚，圣经上所讲的彼此相爱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换句话说，离开基督，这个彼此相爱同归于一就事实上就不存在。这我们今天所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说你好我好他好大家好，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必然的。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绝对会产生的，绝对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追求这个，我们却忘了全部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即使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怎么样，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争执，我们常常在问某一些问题会产生矛盾，即使在侍奉当中我们都会产生矛盾，矛盾了之后就产生争执，争执完最后怎么样？再见了啊，你理念不合我就再见了，我就用脚走路了，用脚投反对票。所以今天你去看一看所有的教会都有这种的光景，所以有十几二十个人教会遍地都是，遍地都是。这些是直肠出去吗？是正常的细胞的这个新陈代谢吗？哦，这里面今天有医生的、啊、哈，有医生背景的、啊、很多啊。这个除了一个，这两位有医生背景的，今天都是从上海来的，啊，都是从上海来的。那这个你们一定很清楚，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健康的，但是癌细胞会不会分裂？我们今天得了癌症，从初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到末期。你怎么办？这不是也是细胞分裂吗？但这是不健康的细胞分裂，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地最让神所痛心的教会，就是因为如此的分裂，分裂出去四五个家庭、五六个家庭，不喜欢在这边，但是离我志同道合，我们就出去了，就出去了，建立一个小地方，或者在谁的家里，就慢慢开始。啊，更恶劣的还有是什么？啊，把人带出去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在那边的癌细胞呢又开花结果，又在分裂。所以教会里头会造成十几二十个人教会。弟兄姐妹，在纽约的 Flushing， 在纽约的 Flushing， 因为曼哈顿不熟，就纽约的 Flushing 很多有这种的教会，啊，然后呢，到了加州、北加州、南加州都有这种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加州，北加州、南加州华人教会有多少间？500间，各250间。然后这些教会里头，少于30-40人教会，遍地都是，都是因为理念不合就这样分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没有在基督。第三个。要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哦，这何其宝贵！是什么？圣灵为印记。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就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我们又因为信了他，信了基督，神就把怎么样？
圣灵赐给我们，让他能够成为我们作为神基业的凭据，圣灵内住。啊，圣灵就内住，神就应验了，成就了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都要与我们同在，这是圣灵，何其宝贵！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到这边为止就好了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今天被救赎出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就好了呢？神的心意是不是就满足的呢？请问你们做父母亲的，今天是不是把孩子生出来，生出来然后就给他放在一边，就让他自生自灭，会不会？不会吧，不会吧，一定照顾到他怎么样，照顾得周周到到。像我们家的姐妹现在看到她那个小怪孙女的照片就看着就笑，说好爱好爱她，她都没有好爱我，她说好爱好爱她。我们今天看到做父母亲的都是这个样子，那神对我们身上的，神所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是扩长升高的爱，不是比我们父母亲的爱更伟大吗？我们父母亲的爱，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种种一些变动的因素，我们都不是永恒性的。但是神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在创世以前，到世界的末了，神的爱对我们没有改变。神的爱对我们没有改变过。今天我们诗班所唱的一首诗歌，在诗篇103首，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去读读那边。那也鼓励弟兄姐妹去读读诗篇103篇。我们可以常常用诗篇103篇，我们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用，不要去背，你能背就背，不能背没有关系，就是朗读这诗篇这个10节20节的经文，就作为我们一个感恩的祷告。这个祷告当中给了我们既有属天的，也有属地的师父。诗篇103篇，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这边讲到一句话多宝贝，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就这么简单。那神的生命要继续的，保罗在这边就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在有这个身份的当中得到了属于天上属于的这个福气之后呢，要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曾经讲到，主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然后还要怎么样，得怎样的生命？更丰盛，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保罗就带我们要走，求神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不断不断不断的成长。保罗在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5节到23节所讲到的是第一个为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第一个祷告，求神赐给，求给神什么样？我们启示和智慧的灵啊，启示和智慧的灵，或者讲求神赐给我们启示的智慧，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灵的更新，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可以把这句话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讲，让我们有个知道。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比较偏重的啊，偏重在这里。到了第三章他求什么？求会教会里头要一个什么？求教会里头，换句话是也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整个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为我们能够得到属天的能力来祷告。这边是讲到复活的大能做结束，第三章这边的第二次的祷告也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来做结束。那时候是希望整个教会里头被神的复活大能所充满，这边在求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保罗在这边为我们代求是怎么样的代求法，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代求。所以这边的题目是为教会的祷告，第一个求启示的祷告，第二讲就求教会能力的祷告。哈，我们下一次要到2月份了哈，1月份我们家姐妹讲会已经连续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但是很抱歉，到了年底，跟到了年初，
讲员不好请，因为讲员都要来这个呀，自己本教会里头服侍。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换讲员，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们换讲员了哈。这里面十三节、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分成三个的祷告哈，为圣徒蒙恩而感谢。第二个为教会蒙启示祷告，第三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看一看为圣徒蒙恩而感谢，这里面用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什么呢？我既听见你们信从，请弟兄姐妹给它画起来哈，你们如果有自己的圣经，信从主耶稣。第二个动词亲爱众圣徒，有亲爱。换句话说，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其实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是一样，就是说这些在教会里头怎么样，对神有忠心，对弟兄姐妹怎么样有爱心来祷告。我们特别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来讲，说讲到信望爱，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错的充足的信心，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弟兄姐妹在爱心中所付出的劳苦，保罗为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来感恩，而且要为他们怎么样，因着信心因着爱心而对未来对将来的世界对于自己永恒的未来充满了盼望来感恩。所以就看帖撒罗尼迦第一章前面所讲的，保罗就为了弟兄姐妹的信。